尊敬的诸位长辈、诸位学长，大家好。好，我们接着看序语啊，第三段。信者，所以立事也。诚信呢，是所以立身处世啊重要的德行啊，重要的基础。一片真诚，无一可假。就每一个念头、每一个言行啊，都要真诚，不是假的，不是虚伪的，说无一可伪。没有一个动作啊是应付的，都是发自真诚的心啊流露出来的。人参三才而立，人呢、跟天地啊并列三才，是非常尊贵的，我们可不能呢、不诚信啊做出呢羞辱自己人格的事情了，那就变成自取其辱啊，自甘堕落了。所以伦常最重。我们说到呢，人无伦外之人呢，学无伦外之学。真正能通达五伦之道，进而落实力行啊，那人生就会幸福啊，人与人会和谐。而伦常很重要啊，而五常信居其末。这个五常因为是仁义礼智信啊，信呢摆在末，而仁义礼智啊却实皆不可假。这个都是性德啊，都是从真心啊做出来的，来不得半点虚假，实皆不可假。故信贯五常，这个信啊贯穿五常啊每一个德行的精神。仁义礼智没有信了，就没有真正落实仁义礼智了。五伦信属朋友。而君臣父子夫妇兄弟，实皆不可畏。刚刚举了呢，这个信呢、就是一片真诚呢、无一可假，无一可畏。所以五常都不可假，这五伦都不可畏。我们面对父子君臣夫妇兄弟啊，都要真诚相待。好，那我们看呢，君臣关系啊，真诚相待，至诚相待。我们想到了之前呢，我们学习的《出师表》，我们看到孔明的一份呢赤诚的心呢。受任于败军之际，奉命于危难之中啊！大家看他出来帮刘备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他们算刘备啊最落魄的时候，他出来帮忙啊，所以操心操了20多年呢、而且是战战兢兢啊。生怕自己做不好啊，有辱刘备啊，恐托付不效，以伤先帝之名啊。他就为了报刘备的知遇之恩啊，20多年呢、不敢丝毫的懈怠啊。所以这个君臣里面呢，都是从至诚心做出来的啊。这《出师表》我们感受到了。
范仲淹范公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，哈喽，你们不要背完就放下了啊！刚刚我们已经跟大家沟通过了啊，该放下了放下，该提起来的要提起来。啊，放下挂碍，提起责任。啊，放下烦恼，提起正知正见。啊，提起这一些千古的教诲。啊，处江湖之远，则忧其君，是以静亦忧，退亦忧，然而何时而乐者也？其必曰：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者也。范公啊，对国家、对君王的那种赤诚都流露出来了。父子。这个父子关系啊，也时皆不可畏啊！就完全自诚的去做。我们看二十四孝啊，很多故事啊，都是把古人那种对父母的至孝啊，把它点出来了。把它记录下来了。我们看子路，百里赴米啊，就是那一份呢，想到父母能吃好啊，他就高兴。哪怕是百里扛这么重的米啊，他都欢喜。那一份可贵啊，那一份心境啊，是我们的学处。把前搂长分，前搂长分不止长分那一当下的那一念至诚的孝心啊，我们值得学习啊。他当了官了，有俸禄了，还不确定父亲是不是真病了，他马上就把利禄给放下，辞掉工作了，不干了，先回来看父亲有没有真的病了。家里是不是真有事了？因为那个时候出去当官，可能隔的都是几千里啊。所以当下那一份心啊，他的孝心没有被任何外在的条件、外在的名利所污染，可贵在这里啊。包含陆居怀橘。大家要想啊，以前的人很穷啊，能吃到橘子不错了。诸位学长，你看到你最想吃的，好不容易可以吃了，我们的念头是什么？这学处啊，就在这一念心上面啊，可贵啊！你包含食夫败虎。一个人面对老虎来了，他首先想到的是什么？是父亲母亲不能奉养，而不是啊我没命了。他假如啊没命了，他就被吃掉了。他当下那一份至孝啊，感通啊，连最凶猛的动物都感觉到了。所以古人选这些德育故事啊，表现出来是什么？时皆不可畏啊，都是至诚的心展现出来，感通了。我们看汉文帝，亲有疾药先尝，昼夜侍不离床，三年服侍他的母亲啊，常常都是啊，根本连衣服都没有脱掉，帽子也没脱掉，不敢，
怕呢刚好母亲需要的时候啊来不及，随时等待啊，母亲有情况的时候赶紧处理。我们有同事啊，他的父亲就是这么做的。母亲那时候身体啊，奶奶身体比较不好了，他父亲真的啊，就跟他守在他奶奶身边，然后啊，牵一条绳子啊，绑在自己身上啊。自己的母亲有什么不舒服，拉绳子他就赶紧起来处理了。大家看他的孩子啊，半年一年看在眼里啊，哪有不动容的道理呢？哪有不感动的道理呢？而且啊，这一份信呢、啊，不只是父母跟子女之间呢、啊。在汉朝有一位女士啊，她嫁给了陈信。结果他16岁啊嫁到陈家，没隔多久啊，他先生去打仗，结果他才16岁哦，他先生托付他，我这么一去啊，不知道能不能回来啊，能不能请您啊奉养好我的母亲啊，就是她的婆婆，她答应了。结果她先生就一去就战死了，没有回来了。她就侍奉她的婆婆，结果她婆婆也很厚道。她婆婆看她这么年轻啊，就守寡了，然后就催她改嫁。结果啊，她就自杀。他说我不能改嫁，要我改嫁我自杀。他婆婆就很紧张了。他说啊，气托不幸啊，背死不易啊。不能够完成给人家的承诺，气脱了，就不守信了。而且呢，丈夫已经死了，我违背给他的承诺就背死了，就不义了。古人呢、啊，在这一些心境上啊，特别让人动容啊，就是他们把道德良知啊。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，宁可呢守住道德而死啊，也不愿违背道德而活着。结果后来啊，她的婆婆活到84岁啊，我们估计一下呢，她婆婆应该30-40岁那个时候她嫁过来。到84岁啊，照顾最少超过40年。结果后来呢，把她婆婆的后事办好了，因为没钱呢、啊，连住的房子都卖掉了。古人在奉行信义的时候呢，毫无畏惧啊，没想到自己，只想着如何把婆婆的后事办好。所以我们看到这得意故事，就是古人真的没有自私自利的念头啊。而这个事情啊，汉文帝知道了，那汉朝以孝治天下呢，赐他呢40斤的黄金啊，要佩服他，表扬他。我觉得这个皇帝啊很有智慧，把这么有德行的人表扬起来呢。全国向他效法了。好，这个是对婆婆的奉养。再来夫妻之间，我们之前呢不知道跟大家
有没有讲到刘廷式的例子？这个守信不得了啊，不是结完婚守信啊，还没结婚就守信了。我们翻到德育古鉴呢，62页，讲过吗？没有是吧？有人摇头，有人点头。啊，可能点头的人是上辈子听过了啊。刘廷是定龄女为婚呢，这个才定而已哦，还没有下聘哦，这个还不算过门哦。而入太学啊，之后啊，他就入了太学读书，越五年登第，考上进士了。考上进士，那就是以后啊飞黄腾达了哈。进士都是当比较大的官的。即归，则订婚女双鼓矣。回来的时候啊，跟这个女子订婚呢、啊，她双眼失明了。我看有一些资料啊。有说到，但我不确定啊，是不是这个情况啊？就是说呢，这个女子啊，因为父亲去世了，伤心呐、啊，哭瞎了眼睛。哦，假如是这样哦，那这个女子也是自孝啊。家又不振，哦，就不止啊，眼睛瞎了。家庭要中落了，又很穷困了。廷氏捐日成婚啊，就选的日子啊，要跟他成婚。女家辞约，女的家主啊，推辞了。这里啊，我们都看出来了，古人真的是厚道，不想占人家一点便宜。推辞啊，女子以为废人呐、啊，我们这个家族这个女子已经废了，眼睛瞎了，何可奉姬走啊？哦，怎么还可以当你的妻子呢？结果刘廷是坚持啊，这一户人家最后还提出了一个想法，要不这样，他妹妹嫁给你。因为他妹妹没有瞎，刘廷式还是坚持不能啊，已经啊要娶她了，最后又反悔了。可能刘廷式很仁慈啊，会想到啊，假如他不娶这个女子啊，这个女子以后的日子不知道要怎么活了啊。古人啊，让他遇到的事情啊，他不愿意违背道义去做。他觉得一生呢，心里不安呐，见义勇为啊，啊，所以仕敬娶之，啊，娶了太太了，生二子，即翠高密，啊，这个翠啊，就是在高密这个地方啊，当副手，他那时候官职叫通手。他是太守的下属，盲女得吉死，他在那高密当官的时候，他的妻子去世了，吉就是病啊。廷氏哭之哀，他很伤心啊，失掉了自己的妻子。时苏轼为首，刚好那个时候苏轼是太守，谓之曰，安慰他说啊，余闻哀生于爱啊，我听说啊，人的这个哀痛啊，是
因为有爱产生爱痛，爱生于色，爱从哪里呢？就是因为有美色，然后爱这个色，最后才产生，失去了才会产生爱。子娶盲女，爱从何生？你娶的太太是瞎了眼的，长得又不是很美丽啊，那你这个爱从哪里来呢？庭士曰：“吾之所亡者妻。”大家看这一句话很有力道哦。古人他记的就是这个情义哦。我只知道呢，去世的是我妻子，没有谈什么漂亮不漂亮的。这一生有缘结为夫妻的，就是这一份情谊。所哭者妻而已，跟什么漂亮不漂亮没有关系。不知有盲啊，所以这个是爱呢，就是接受他的一切。夫妻如此，父母对子女如此，子女对父母亦如此。延伸到呢，所有人与人的五伦关系亦如此。若缘色生爱，因为是这个色而生起了爱；缘爱生爱，因为有爱才生哀痛。色衰了，爱不就没有了吗？爱就绝了，于意何有啊？那对于情意，那怎么说呢？那不是毫无情意了吗？今之阳媚已逝，这个媚就是袖子。木挑新招者，就是在街上一些风尘女子在那里召唤。那这些女子也长得都挺漂亮的，皆可使为妻也。那这些都有色啊，都可以娶做妻子吗？所以不能是说因色而生爱啊。苏为叹服，苏轼听完了非常的佩服。我感觉这苏轼问这个问题挺故意问的。你们可不要说哎呦，这个苏东坡怎么搞的啊，怎么讲这种这么肤浅的话？告诉大家，苏东坡很有修养啊，他很有道义啊。曾经他积攒了不知道几十年呢，买了一间房子。告诉大家公务员买房子容不容易啊？这个我知道，我们家是公务员。哇，赚了一辈子才买栋房啊，很不容易哦。买好了，走在路上遇到一个老人哭得死去活来的。他当官嘛，对人民很有爱心。哎呀，老人家你怎么了？哎呀，我们好几代祖先传下来的房子啊，到我们这一代手上啊，没办法了，卖掉了。我们太对不起祖先了，就一直哭。你们家在哪？老人说哪里？一听，哎呀，跟他买的这栋房子一样，当场撕掉老人你回去住吧。这在我们德育故事里面的一篇呢。大家想一想，你撕得下去吗？一栋房子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些，这头皮发麻。古人那种心境我们实在是差得太远了，很惭愧啊。所以这个是举呢，这个夫妻之间的时皆不可畏
男人有修养啊，女人也很有修养啊。林应启的女儿啊，许配给钱豹的儿子，结果呢，还没结婚呢，这个我应该没讲错，结果钱豹的儿子啊，突然呢、啊，手脚啊痉挛，得了个怪病。这些读书人呢、啊，都很厚道，看自己儿子这样了，啊，就跟林家讲了：“我儿子变这样了，反正还没娶啊，你让你女儿改嫁吧。”结果这个林应启啊，他自己也是读古书啊，觉得不忍心啊，人家一这样了，马上就之前的这一个姓诺就完全就不管了。所以他也观察，十年过去了，这个钱家又来，我儿子病没好啊，你赶紧让你女儿改嫁啊、哦、不是改嫁了，赶紧找个人嫁了。结果的这个林应启也动心了，他之前他觉得不能这样违背，但是已经十年了，而且这个亲家也已经这么多次了，让我们赶紧找个人家嫁了。结果这个林应启就去找他女儿商量这个事情了。结果他女儿给父亲讲，人最珍贵的就是这一颗心啊，人之所贵者心也啊，心意许之啊，当时候已经心许给他了，不能违背啊。他爸爸听完了，我感觉不止他女儿值得佩服啊，他爸爸也很值得佩服啊。他父亲成全他女儿的这一份心意，结果就嫁过去了。嫁过去没多久啊，病就好了。所以告诉大家，浩然之气可以治病，那种情义啊、道义可以治病哦，打通任督二脉。哦，不相信，我再举一个例子给你看，大家接着看德育古鉴旁边这一则。您看，文少祖福州人，有子聘才士女，寻才女中风，这个寻就是不久了，不久之后啊，还没娶过来，只是下聘了，结果中风了。少主欲根之，他想呢，不然换一下。其妻怒曰：“他这个太太实在是太令人佩服。”守住仁义啊，不违背。我有儿当死顺天理，自然长久。背理伤义，是为庶祸。违背礼义啊，是自己感召来灾祸啊，不可以这么做。即娶才女为妇，娶了才士女当媳妇了。次年子即登第，隔年他儿子就考上了，才是封级进全域了，生三子皆登第。哇，两代人出四个进士啊，我看也没几户人家找得到了。那不是会考试会读书哦，是什么？在这些境界当中呢、啊，都守住道德的标准，守住良心不违背。好，所以你看这个女子一定感动得不行嘛，我都这样了，我先生还是把我娶过去了，每天感动感动，然后就打通
血脉了吗？哦，这是很有科学依据的哦。哎，我们刚刚啊忘了讲一个重点了。刘廷式啊，他太太给他生了两个儿子，盲女所生二子，皆登第。嚯，这个不止可以治病啊，生出来的孩子都很优秀，为什么？胎教好啊。这个母亲怀孕的时候，通通都是感激先生、感激夫家的道义啊，这个胎教怎么可能不好？哦，好啊，这个是跟大家举到的这女子，都是还没结婚呢、啊，就守信义啊，不简单啊。我们现在是结了婚了，百般不守信义啊，都想着要怎么离婚呢、啊？哎呀，这个差太远了。但是啊，问题在啊，没有教育啊，这个要怪小学老师啊，我难辞其咎啊，要怪家庭学校啊，要教这些做人啊。好，好，兄弟啊，这个就是替这一轮呢、啊。啊，我们有没有想起啊？我们替的时候学祭十二郎文，哎，韩愈也是守信义哦。啊，他在十二郎的坟的灵柩前面，啊，都跟他讲哦，啊，以后你的孩子啊，这些通通交给我了。后来也给他的孩子教的考上进士哦，也是很有发展。而我们看到很多古人呢，哦，有些女子啊，父母很早走了，留下几个弟弟，为了照顾弟弟啊，终身就没有嫁了。甚至还有啊，哥哥嫂嫂走了，留下侄儿，也终身没嫁，就为了照顾兄弟的后代，啊，这个都真正都是啊，时皆不可畏啊，都是自成去做的。好，好，故信又贯五伦，其为德也。这个信啊，成就人的道德啊，啊，表现出来的风范呢？心口如一，讲了一定做到，心口一致，言行相顾，意思也是说了一定做到。立始终而服恶，自始至终啊，这个心都没有变，没有恶心，就是再怎么辛苦啊，都不会有恶行，都不会违背道义。我们其实刚刚举的这些例子啊，他们在人生的日子当中轻松吗？虽不轻松啊，但是他的心踏实啊，他的心无愧啊。其实我们现在的人很难体会到孟子讲的仰不愧于天，俯不怍于人，所有道义应该做的事都尽到了，没有对不起良心。哇，那是大乐啊，那个躺下去五分钟就睡着了啊！要吃安眠药的，除了身体不是很好之外呢，从心上来讲啊，一定心里面觉得对良心有愧的事情，常常在那里想。好，别吃安眠药了，赶紧去做。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，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。此义理再生之生也。
我们以前听这个司马光先生讲到啊，平生所为之事，无有不可与人者。哦，司马光先生说他这一生所做的事，没有一件见不得人的。哦，我自己一听完了，哇，没机会了。哦，都有机会。浪子回头金不换，我们从今天开始做的任何一件事，都能像司马光先生一样，那我们就对得起司马光先生给我们的表演了，给我们的榜样了。好，好，所以立始终而弗恶，处常变而不已。这个常变呢，也是指啊，人世间的际遇啊、因缘呢，变化也是非常大。但不管遇到任何人生的境界困难，也不会改变这个信念。啊，其实一个人信义的力量非常强。我们看呢，我们上一代上两代的妇女啊，妈妈很辛苦啊，养那么多孩子，而且还是大家庭，公公婆婆甚至小姑小叔都得照顾，没有喊苦啊，没有喊累啊，她力量从哪里来的？忠信啊，信义的力量。现在小家庭了，物质也比较丰富了，结果现在的妈妈不是没喊苦啊，一天可以喊好几次苦啊。为什么？她那种信义的力量啊越来越弱，自我的念头越来越强。所以人越自我，心量越小啊，能力就越来越小。性意越强，心量越大，潜力就越来越大。所以有一句话叫为母则强啊，一个母亲对家庭有责任的时候啊，哇，那个力量越来越强。本来弱不禁风，孩子一生左手抱一个，右手拉一个，是吧？哦，甚至发生火灾的时候，连冰箱都抬出来了。这有，哎呀，那存了多久才买到的东西，咵拿出来了。结果拿出来以后啊，三个男人把它放回去，抬不动。哦。哦，所以大信不约啊！你看古人的诚信啊，没有任何纸上的约定，但终身不变。所以起仅在然诺蒙氏监乎啊，这种信义啊，岂止只是呢啊，在这些啊蒙氏啊。写契约啊，这些而已呢？这些是形式啊。古人是没有这些形式啊，都终身不违背。而且啊，多做少说啊，这种山盟海誓啊，不挂在嘴上，但是是真正啊。每一天尽心尽力啊，去尽到他的道义。我们现在是说很多，啊，每一次没做到了，哎呀，因为这个这个啦，因为那个那个啦，又找一大堆借口了。啊，所以女子之信，啊，
女子的这个性呢，由以守贞为主，这坚守贞洁啊。这个从女子的心境来讲啊，首先呢，女子她的感情啊很专一。当她很专一的时候啊，她先生去世了呢，她在情感当中啊，她继续专一，因为事实者如是生。哦，我们也有看过长辈啊。先生先走了，看他常常在自己的先生的牌位前面，孩子现在表现怎么样了？什么情况了？你不要担心了，就是那种心境啊，就好像先生呢就在他的身边一样，用情很专，让他再去。跟一个男子结合呢，他在心理上呢，他不愿意。这是啊，从夫妻的这种用情的专来看。再来呢，因为人他是有感情的，他嫁过去之后呢，他跟公公婆婆有感情，所以假如他先生走了，公婆又没人照顾。或者那个情感呢，就像父母一样啊，那在情感当中啊，他也会觉得要专。所以人有时候现在在思考这些问题啊，只会觉得，他少受点苦啊，他过点好日子啊。古人在感受、思考事情啊，他不是以智力为出发点。他会从这种道啊义当中去思考，还有那一份情感，还有责任。很多女子她不改嫁呢，是她一改嫁呢，孩子她就没办法照顾。有时候她嫁的时候夫家不接受啊，这孩子又可能要放给爷爷奶奶，她不忍心这么做。孩子是他亲生的啊，他觉得应该尽力的把这个孩子带大。好，有一些男子啊，妻子去世了，终身没有娶也有，为什么？他怕太太娶回来了，又生了孩子之后啊，会对前妻的孩子有分别心，他宁可。不娶了，好好的呢把这孩子带大，就不管怎么做啊，可能每一个人他面临当下的家庭状况是不一样，可是古人在思考这些事的时候，那一份心呢，都是把义摆前面，把性摆前面，而不是把自己好不好摆在前面。所以接着提到呢，故大义言坤之体曰利永贞。易经里面提到坤卦，坤是表女子之德，表阴柔，利永贞呢，这个利就是吉祥有利。而且呢，可得永远贞正。这个贞呢，也是跟正呢常常放在一起。因为女子有德啊，她自己包含她的家庭啊，一定都会吉祥。
而且啊，这个女子重贞洁啊，不只是她的家吉祥，应该说是啊，整个社会的吉祥。哦，我们看呢，老祖宗讲的呢，万恶淫为首。现在社会为什么这么乱？绝对跟淫乱离不开关系。年轻人还没结婚，淫乱呢，把他这一生的福报啊，通通都折完了。结婚以后的淫乱呢，不只是两个人受伤害，甚至两个家族都有可能抬不起头来，甚至造成杀害。因为忍不下这口气啊，怒火控制不了了，造成这个伤害的情况很多很多啊。而且只要淫乱了，下一代绝对出不了好的人才。所以这个男女啊，能守道义啊，人守德行贞洁啊，这是社会最重要的基础。我们看现在离婚的这么多，第三者的这么多，所以现在一个班上啊，单亲家庭啊都快一半了，有些地区还超过一半。所以夫妇男女不正啊，整个五伦都乱了。所以古代为什么这么重视女子重节操，不是没有原因的啊。西方东晋啊，把这些放纵的风气带过来了，连我们东方有这么好的文化的地区啊，现在也是兵败如山倒啊，得要正视这个问题了。而且男女不同啊，男子比较容易冲动。诸位男同胞，我这么讲呢，大家应该不会不同意吧。讲的不对的地方啊，多多包涵。我是一般来讲，不包括你们，因为你们是学的传统文化，有定力，可以不为境所转啊，这个另当别论啊。但是没有这个定功呢，一般男子比较容易冲动。可是女子假如有威严、有威仪啊，他就不敢造次，不敢乱来。可是假如女子随便轻浮了，那就兵败如山倒。所以女子有威仪啊，有德行啊，可以镇住男人的邪气啊，邪念啊。所以为什么说教女人很重要啊？女人要教育下一代啊，女人影响整个社会风气啊，这很重要的一个稳定力量。所以接着啊，坤卦里面又说到啊，坤自柔而动也刚，自柔啊。可是他动的时候啊，也是非常的刚强啊。我们看母亲很柔软啊，可是他扛的责任很重啊，他从不退缩啊，从不沮丧逃避啊，勇于承担啊，自柔而动也刚啊。所以真正的柔啊，柔中有刚啊，才是真柔啊。只要柔到最后什么事都没原则啊，
那叫烂好人啊，那不叫刚啊，不叫真柔喽。至刚，刚中有柔。哦，你看男人很有情义啊，他在外面风风雨雨啊，他都忍下来，都扛下来。哎，回到家里啊，哎，对自己的父母妻子啊，很温柔，很体贴哦。刚中有柔才是真刚哦，是吧？哦，你假如一个男人很刚，面对谁都凶巴巴的啊，那个叫暴力哦，那不叫真正的刚哦。刚中有柔的才是真正的刚哦。我们看很多忠臣啊，他虽然很刚直啊，但是为了大局啊，他都能屈人伸。好，所以自敬而得方，这个就是说呢，女子啊，她的举止形态非常的安静、柔和、柔美，而她这样的风范呢、啊，德行呢，很自然的，却可以啊，布于四方。这个德方就是呢，他自敬自柔的这些德行啊，传开来了，传到四方去呀、啊，让天下人学习。尤其假如是国家领导者的太太，他的母仪天下，或者是这些忠臣啊，当时候啊，读书人的妻子，他们有德了，还影响当地的风气。因为啊，以前的人呢、啊，常常很关注这些有德行的人，打听他们家的事，啊，就会以他们为榜样。所以这些圣贤人去世的时候啊，那老百姓都是哭成一片啊，连菜市场都好几天不做生意啊。所以以前的人可贵啊，专门打听有德的事情啊。我们现在是八卦常常打听啊，以前的人是耻闻小人之恶啊，不想听到人家的不好啊。好，所以我们转一下，从我们转起啊，这个社会风气才能改啊。所以真一不二啊，情感忠贞啊，不变心，信守弥他啊，这个字念弥三声，弥呢是无他，就没有其他的人，对他的先生呢、啊、忠贞不二。这个弥啊，他在不同的句子啊有不同的意思。这里是当无，有无的无。我们还读过所向披靡，那个靡啊，就是顺势倒下来的意思。所向披靡，那个靡是顺势倒下。还有一个萎靡不振，这个成语大家听过吧？就是一个人垂头丧气呀、啊。萎靡不振啊，这个靡就是衰弱。好，所以在读古文的时候啊，大家可以去参照《形音义大字典》，你查这个字啊，这个字在其他不同经典
不同的解释啊，他都会列出来。信守弥他，则得矣。这个则得矣啊，就是他能做到呢，忠一真一不二，信守弥他，那就是做到的这个坤卦讲的这些啊，自柔而动也刚啊，自静而得方。接着我们看信篇序于第四篇。女子之性不为从一而永终。不止啊从一而永终啊，表女子之性。亦且刚方而正始，这个亦且就是况且啊，刚方而正始。这个刚方啊，我们刚刚读到的啊，自柔而动也刚，自静而得方啊，这个刚方啊，就是指我们刚刚啊坤卦里面的这两句啊。他自柔而刚哦，自静而得方。所以呢，这个刚方就能呢、正始，他很有正气呀、而且这个始呢，就是慎于始，他很谨慎啊，因为这个信呢、不只是所谓的从一而终这种性啊，包含呢、这个德方自己的德行啊，要让人信任，不能让人误会，更不能让人呢、玷污了。所以在坤卦里面呢，还有讲到啊，君子静以直内啊，意以方外。时时都是啊，用恭敬啊来要求自己，不能做出违礼之事啊，不能动邪念，静以直内，对外呢都是情义道义，方外啊立啊榜样，然后影响身边的人。所谓守贞也，守好自己的贞洁啊，自己的德行啊，如此欲知。而且这个守啊，不是结婚守，从小就守。女子就有这个态度。这个欲知啊，是古代的酒器，用玉做的酒器。玉做的东西啊，你一不小心滑下去它就摔破了。所以持身呢、就好像端着这贵重的玉枝啊，不敢丝毫啊松懈啊放纵。如捧饮水，那种对自己的要求啊，好像啊捧着那个水啊已经满的了啊，你扛着这个水已经是满，你假如走得很匆忙啊，这个水就溢出来了哦，就是那个很慎重谨慎一步一步啊的那种心境啊来要求自己，如捧饮水，心不欲为耳目所变，自己的这一颗心呢、不会因为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产生欲望之后而改变自己的这一颗心。
不被这些耳目这些境界所转。现在可能有人就立不住了，有很好的这些物质享受啊，就有可能变形了，男女啊都有可能了，所以这个德要扎，要从小扎义啊，不能扎自私自利啊，不然呢，人这一生不知道做错多少事，不知道要伤多少人的心呢。所以机不欲为中外所宜，这个机就是他的行机行为啊，不欲啊，不能啊，不愿啊，让家人甚至让他人对他的德行产生怀疑，这个是他非常战战兢兢的地方，不能呢行为让人怀疑。所以古人在处事当中啊，还强调避嫌，自己没有这么做，但怕人家怀疑。哎，其实这个避嫌呢，现代还是很重要。不避嫌呢，一些误会，甚至于一些闲言闲语传出来就不好了。都一切时候啊，要谨慎、恭敬、谨慎呢、来处事，然后可以成清洁之身，全坚贞之性。因为有这样的定力啊，这样的谨慎呢、心不欲为耳目所变，机不欲为中外所宜。所以然后可以啊，成他清洁之身，全真坚贞之性啊。何则？这是什么规范呢？什么道理呢？因为啊，男子事业在六合啊，自在四方啊，这六合是上下东西南北，自在天下。苟非笃伦，苟非就是假如不是因为笃伦，就是逆伦了、逆伦这个错就是没有办法挽回了，这个就要遗臭万年了。没这个男子啊，没有到逆伦啊，没有犯这么大的错啊。小节犹足自赎啊，犯了一些小节啊，不妥当啊，他痛改前非啊，浪子回头啊，还可以啊，这个赎呢，就是赎罪。但是女子啊，名节在一身，稍有微玷，这个玷呢，就是白玉上的污点。这个微玷就是他的行为有亏了，有做错，有损他的德行了。万善不能掩瑕，这个瑕呢是玉上的斑点，玉上的斑点叫瑕，就是他德行假如有损了，纵使他做很多善事啊，他人对他的观点呢还是很难释怀呢他这个德行上的缺点。因为啊，在人心上呢，会对女子这个坚贞呢、这个节操啊，会比较要求。那刚刚也跟大家谈过，女子稳定社会啊，是大关键。所以这个不是说
站在说对女子比较苛刻，因为在两性阴阳啊这样的社会当下呢，只要女子这一点呢、贞操不能够重视然后去信守的时候，整个社会崩的速度会吓死人。那可能女同胞又觉得那这么不公平了，对我们要求都比较高。告诉大家，天底下没吃亏的事情了。你越有德，你越有福报啊，越受人尊敬啊。所以大家看圣贤呢，男人有成就了，最感激的人呢，大部分都是他的母亲啊。所以真正能为后代、为整个社会着想，这一念心这无量的福报啊。这个心境也是我们这一代人跟几千年的华人不同的地方。我们现在的思考就是，我要这么做，我又不影响人，想自己。我们几千人受传统文化是，我这个行为有没有给社会带不好的影响，都有大局的观念。为什么？因为以前是大家庭，他一不好了，德有伤贻亲羞，我让我整个家族都蒙羞了。他有这样的态度，很自然的他也会用这样的心去对社会、对国家。我不能用我的行为侮辱我的国家。但现在小家庭了，现在功利主义强了，都只想到我要这样做，要你管，你管不了。以前的人小朋友做错事，路人看到了，不认识的长辈看到了，教训他。为什么？这些都是我们社会的下一代当小孩的父母看到了，赶紧感谢这个路人。现在呢，你管管看，待会他爸爸妈妈跟你吵架，你麻烦了。所以这社会会乱乱在人不明事理这个心偏掉了，心看得太狭隘了，只顾自己了，而都没有想到呢，自己到底给家庭、给社会带来好的影响还是不好的影响。接着提到然处常然居常处顺，就是这个女子她的人生是比较顺利的，比较没有风波的居常都很平顺的。十女九贞，就是女子都能做到忠贞，唯当困苦颠连之际，假如遇到的是战乱乱世，她困苦颠连非常的困难，情势非常紧急这些境界现前了。今久恋而遇惊，就是遇到这些很难的境界的时候呢，反而这些女子越凸显她的德行。就今久恋而遇惊，紫泥污秽之中，
连含香而自洁。这一段呢，我们就想到莲花含香呢，它是出淤泥而不染，它长在淤泥当中啊，却开出清净的莲花。这个也是比喻啊，女子遇到乱世的时候，却能以德行啊，来立身处世，然后精神呢长存在这个天地之间。我们德育故事里面很多女子啊，都是遇到这些境界，都能守贞，都能守节啊。所以则守节死者，死节者亦神久也。这个就是时还是有久，就是还是能做得到。古人呢都有女子的教化，纵使面对这么难的境界，这个守节死节就是呢，面对这些境界的必须啊，杀身成仁，舍身取义了，必须面对死啊，来全自己的贞洁的时候呢，也能做得到啊。然皆为福德。好，刚刚讲的这个守节跟死节啊，它是指两种状况。有的是守一生不变，有的是面对这个情况呢，宁为玉碎啊，不为瓦全，这个是死节。而守节跟死节啊，都是表现妇女的德行啊，然皆为妇德。能死者啊，未必不能守；能守者呢，未必不能死。或死或守啊，亦各全其性耳啊，都是这一份守性啊，守节啊，都能做得到。我们念到这里呢，我们呢来一个推论呢，能死者啊，决定能守；能守者啊，决定能死。为什么？他的坚定的意志啊，只是他遇到的境界不同而已啊。那大家觉得呢，守比较难还是死比较难？这个问题有点难度。好，你们不要掉入我的问句了，你们可以回答都难。但是这个守啊不简单啊，那守是多少？有这几十年啊。死呢，这当下那个意志非常坚定，死了他升天去了，他过好日子去了，这样的德行啊，连天神都尊敬啊，鬼神都尊敬啊。所以接着讲呢，翠玉一朝，这个舍身取义了啊，与如土百岁。我们念过啊，含辛茹苦啊，这父母养育我们含辛茹苦啊，这个茹就是受尽吃尽苦苦难。这个土啊，本来的意思是苦菜，一种会苦的菜。如土百岁，这个百岁就是比喻啊，他一生为了守这个信义啊，吃了一辈子的苦啊，无所宣志啊，这个无所宣志就是不分高下啊，不分宣志啊，都值得人佩服啊，守节跟死节都值得佩服。苟非世迫无奈，
这果非就是，假如不是因为啊形势太逼迫，没有办法了，故无用强谏救急耳。假如不是到了实在没有办法了，也不必啊一定要照着古人那种自杀了哈，那个行迹去走了，就是没到万不得已了，也不一定是要这样做了。好，这个是性篇序言，跟大家交流。我们再翻到古文读本十九页，《论语》里面呢，论忠孝的句子，《论语》里面呢，我们截了几个句子，子以事教，文行忠信。这个文呢，就是经典，这些臣子从尧舜禹汤啊，这些圣王承传下来的这些教诲经典，为什么要教这个呢？让他明理啊，所以这个是属于学习当中啊，解行相应的解这个部分，叫发其蒙啊，蒙以养正呢，把这些经典、天地这些道理啊，教育他，让他明理。当然这个包含了相信理解在其中，行，行就是去做，就是啊，积他的德，积德行善，他懂了这些道理了，他接着要把这些道理完全落实，这个行啊，包含所有的善行啊，在其中。而在解行相应当中啊，很重要的一个动力在哪呢？就是忠信。所以人成就道德学问呢，他的动力在忠信，他的准绳标准呢，在礼义，他时时以礼义要求自己，但他的心中呢，都是敬忠诚信为他的动力。所以这个忠啊，很重要的呢，立住他的节操。当然呢，在学校啊，忠于师父师长，在单位工作呢，忠于他的单位跟领导，这都是立其节。信呢，信是诚实不欺啊，而且尤其离开家之后啊，出外靠朋友，朋友之间与国人交止于信啊，与朋友交言而有信，而且呢，这个信是什么呢？全其忠。人一生呢，坚持守信，他就善终，盖棺论定啊，这个人真有德行。好，这孔子曾经讲到呢，君子义以为直，以道立啊，道义呢为做人的本质标准。义以为直，礼以行之。我们刚刚说的礼义是标准，训以出之，信以成之，
这一份诚信的态度，对家、对国、对民族，他都这份信念呢，都会坚持，最后就立德立功。然后留名青史立言，或者是自己啊，成就德行了，写下来的文章啊，也能够利益后代。所以这个诚啊、忠啊，都跟信有关系。一言一行啊，符合理，而且啊，非常的谦恭、谦退，跟人这个训就是谦退。他在社会当中啊，出社会了都能守住礼让、忍让、谦让的态度。好，接着我们看呢，曾子曰：“啊，这个曾子啊是忠圣哦，传孔子之道。”我们看呢，他提的都离不开忠心。曾子小孔子46岁，哦，他们都学得这么好啊，很不简单啊。吾日三省吾身，曾子说到呢，这个三省吾身呢，第一个是以下面的三件事来反省自己，第二呢是这个三可以是再三反省。都讲得通。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为人做事情了，有没有尽心尽力、尽到忠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你看，忠信做人的动力啊。传不习乎？这个传不习乎呢？是。有没有忠于啊师父啊？师父教给他了，他有没有好好的去学习去落实？这传不习乎？啊，另外呢，假如他自己教书了，那他会提醒的是呢，我教的东西呢，我有没有熟练，有没有落实了？这是他自己要自我的要求。假如教了自己都没有做到，那是能说不能行啊，不是真智慧了。说了都做不到啊，那就变成骗人了。所以这个传不习乎啊，除了对师长教的东西啊要好好的，因为这个习呢，它不只是温习啊，这个习字很重要的呢，它是去做。去练习，去落实。所以当学生的有没有好好的学了之后落实，或者自己在教学了，我们自己有没有认真的来教学，然后教的时候时时关照自己，哎呦，讲了自己有没有做。好，那人说不能行啊，不是真智慧。那又有一句话讲啊，能说不能行，国之师也。能说又能行，国之宝也啊。这两句话有没有矛盾？能说不能行，不是真智慧。能说不能行，国之师也；能说又能行，国之宝也。好，大家回去想，我们下次再说啊。我们下次来讨论一下。大家学习过程呢，可能会发现一个情况哦，这两句话好像矛盾啊。大家有没有遇过这个情况？比方。子闻来学，未闻往教，是不是？
又有另外一句，做不请之友。这两句有没有矛盾？好，两个问题就好了，再问第三个怕大家负担太大。哦，我们回去想一想。哎，下一句啊，哦，你看这一句的中性呢，是真正的学问啊，而且呢，这个中性啊，也贯五伦的精神。而传不习乎是很重要的，人要深入学习，才有真智慧、真德行啊，去敬他的本分啊，去爱他人啊。下一句讲到，子夏曰：“贤贤易色，事父母能竭其力，事君能治其身。”事君能治其身，忠啊，与朋友交，言而有信。虽曰未学，吾必谓之学矣。一个人能做到孝，又能做到忠信啊，他假如说他没有学啊，没有学问呢、子夏说呢，我不承认啊，这样的人才是真有学问的人，这做到的人是真有学问的、当然呢，这些道理啊，这些孝忠信能做彻底啊，也都来自于啊，他有学习啊，人不学不知道啊，可能他不一定识字，但是啊，一定跟他的家庭教育有关系。他不是用文字教下来的，是用德行啊，上一代的身教影响到下一代，这也有可能。下一句讲到呢，君子不重则不威。学则不固，主忠信，无有不如己者，过则勿惮改。这一段话呢，对学习成败关键很大。我们好像讲过了啊。我从大家的表情看到，这句话挺有感觉哈。这个不重啊，可以讲不稳重，就没有威严。也可以讲啊，没有看重自己，没有看重自己啊，有明德，有本善，可以成圣贤，反而自暴自弃了，那也是不重则不威了。真正看重自己了，时时啊守住忠信，而且啊交的朋友啊都很有德行的，向他们学习啊，而且自己有过失啊。过则勿惮改，就赶紧把它改掉。下一句讲到呢，子张问行，这个行就是呢，处世待人呢、怎么处处行得通啊？孔子告诉他：言忠信，行笃敬啊，虽蛮貊之邦，行矣。言语能够忠诚信实啊，行为能够笃厚恭敬，这样的修养啊。纵使到了没有开化的地方啊，蛮是指南方啊，貊是指北方没有开化的民族，都能跟人家处得好，行得通。但是言不忠信，行不止笃敬啊，虽周礼行乎哉？在自己的乡里，这个周啊是指2500家，自己的周礼啊都行不通。所以立。孔子期许学生、站着的时候啊，见其则见其参于前矣，就是言忠信行笃敬啊，就好像站在他的前面一样，立在他的前面。在于就在车上啊，则见其已于恒也，就看到这一句言忠信行笃敬啊，就在他车子的横木上面，时时不离开他，夫然后行，时时不忘了。严重性行笃敬啊，他就处处行得通。结果子张把这句话呢，严重性行笃敬啊，写在织鱼啊，这个猪是织鱼啊，写在他的衣带上面，常常看着他不敢忘。这么样啊，学习孔子的教诲呢，
纸张一定会很有成就。好，那今天呢，就跟大家谈到这里。好，谢谢大家。